三生二世世尊数金色毕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定而作是言无语无作而是教化如是刚强众生灵心跳佛舍邪愧真实有一二上恶习在我一分身千百亿光色方便或有力根闻即心受或有善果清泉成就或有安顿就化方归或有业中不生敬仰若是等悲众生各个差别分身度脱或仙男子身或仙女人身或仙天龙身或仙神鬼神或仙山林川源何时全经历给予人悉皆度脱或仙天地神或仙方王神或仙转轮王神或仙居士神或仙国王神或仙财富神或仙观树神或仙比丘比丘尼有婆舍有婆夷神乃至圣文罗阿毗之佛菩萨等身而已化度非但多身独现其前如观无累皆心故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将罪苦众生岂有为挑夫者随业报应若多而举手大哭时如当一年无再逃离天供应尽付出离娑婆世界之弥勒祖师以来众生悉世解脱用力诸国与佛受集二十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功夫一心体内来念白起佛言我从旧缘劫来蒙佛接引是我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而刹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多百千万亿人定归尽三宝永历生死之涅槃的待遇佛法中所谓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或后发许我见度脱失或大力为愿世尊不以后世而业众生为律如是三百佛言为愿世尊不以后世而业众生为律而是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不住如喜如能成就九缘界来发弘誓愿广度将彼其真菩提观众生也愿平地三二十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言佛地真昼夜差别所受报应其实云何地藏当言千万世世界乃至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彼之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已得摩耶夫人崇拜菩萨且愿闻语言复罪报所感而去地藏道言神魔我为愿听说我初说是佛母拜也愿生者说而是地藏菩萨拜神母也难言菩提罪报名号如是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自杀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出佛圣邪会谤三宝不仅尊敬以当多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
亲孙常说天无生理火皆然内自心云雨火沙火海如是等被当多无限地狱千万亿劫求出其若有众生为错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其狂白以为被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被当多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其若有众生偷窃常住财物故名饮食衣服乃至衣钵不以取则当多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其地藏白眼神魔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多无间地狱求暂停故意念不得摩耶夫人崇拜地藏菩萨言云何名为无间地狱地藏白眼神魔住有地狱在大戒为山之内其大地狱有一十八所此有五百名好个别此有千百名此一别无间狱者其狱城周匝八万余里其城春铁高一万里城上或许少有空缺其狱城中足以相列名好个别独有一名曰无间其狱周匝万八千里狱墙高一千里西是铁围上火车下下火车上铁设铁钩突火之处与墙之上同时而走狱中有船遍满万里人受罪自见其身遍我满船千万人受罪一个自见身满船上罪耶稣更火爆若是有诸罪人备受罪苦千百夜叉其一而归口压如剑眼如电光手扶通超脱夜罪人复有夜叉直达铁骑中罪人身火中口鼻火中腹被炮攻犯奸火之床上复有铁衣但罪人梦复有铁色脚罪人尽白之前内西下长地八十根里周长左转仰通关口热铁缠身万四千身也甘如是动静一切求出其此皆坏事即生他皆他皆此坏转即他方坏事辗转相即此皆成后患福而来无间罪报其实如是有无事业干故成无间何等为我以这日夜受罪以至结束无事坚决故成无间而这一人一满多人一满故成无间三者罪其扎邦因舍狼犬对魔去造错作火堂铁王铁神铁驴铁马神格罗索热铁叫声即吞铁王可因铁之从年尽结束那由他故出相连更无间断故成无间死者不闻男子女人将火一滴老有鬼见火龙火神火天火鬼罪心也感系同受之故成无间无者若多子与众错若是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业尽方得受身以此念念故成无间地藏菩萨百圣母也无间
天地宇宙所如是若光所地宇最极灯明及诸苦是一切之中求说不寂寞耶夫人问一愁有何成定力而推言复众生也堪病第十二世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为神力果遍百千万亿世界凡是身心就把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我今有蒙佛佛主之爱以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千灵度脱为然世尊愿不犹豫而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解脱者心是无敌恶习切业善习切果为善为恶诸行得善论转无道战无休息动心成皆迷惑障难如欲有望将是成流脱如战出有佛造王以是等悲无当有年若即彼时妄言累劫众是广度罪悲无佛恶律所施于于是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明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可发何愿今蒙世尊引请赞叹为愿世尊女儿所知而是世尊高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三思念之我当为如分别解说来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数计而是有佛号一切之成就如来应供正遍之明行作善事是千劫无上是调御丈夫天人是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为出家是为小国王与一令国王为有用心是善饶益众生及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而耳王以及广舍方便以王法愿造成佛道当度是悲临时无语以王法愿若不先度罪过临时安乐得知菩提我终未愿成佛佛高定自在王菩萨以王法愿造成佛则即一切之成就如来是以王法愿永度罪苦众生为愿成佛则即地藏菩萨是福于过去无量阿僧祇皆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末如来即佛寿命是世间相法之中有一罗汉佛度众生因此教化于一女人自月光摩舍是供养罗汉闻之语愿何等广目大眼我以魔王之日自佛就八为之我目生出何去罗汉命之为如定观见光目女摩多在而举手击大哭罗汉闻光目也若魔在身作何行也尽在何去手击大哭光目大眼我目所喜为好事但与别之俗所是与别多是其自我超我诸子今世但及其命数千万复被准则自命如何爱救罗汉命之为作方便全光目也如可知成年清净莲花摩如来见所化形象尊王火宝光目闻一起舍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父恭敬心悲喜站立呼吁咽喉梦见佛身金色晃耀如须弥山方大光明而高光目
如摩婆就当身入迦禅觉即罕即当言说其后迦内毗身一次未满三日而乃言说其手背其高于光摩神思夜愿果报自受我是如摩教主阿弥陀别如来雷陀大地狱梦如佛离方得受生为下贱人有福短命寿年十三根罗道如有何其令无脱面光明闻说之母一根也被提而百倍自己是我母而自本罪作何行也脱于而道非自大言以上还会马而也说宝若非孟夫就把无难以事业故为何解脱光目闻言地狱罪报即是云何被自大言罪过之事不忍陈说百千岁中粗百难尽光目闻以涕泪好奇而百空皆愿我之母永脱地狱彼十三岁更无重罪即离而道十方诸佛慈爱命我听我为母娑婆光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是下界乃至女人之身永皆不受这愿我至今日后对清净莲花母如来相见绝后百千万一切众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就把灵力地狱而去出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今生佛经我然后方成真觉法誓愿一句问清净莲花母如来而告知月光摩若大慈名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无关如母十三岁毕舍此报一生为凡至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土寿命不可及劫后成佛国光度人天说如恒河沙佛高定自在王而是罗汉佛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是光目目者即解脱菩萨是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是过去久远界中如是自明法恒河沙愿光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行淫过者邪淫妄欲者两舌二口者毁谤大圣者若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罗于善知识权令一贪之见皈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善恶道报若能知行归经即站立赞叹香花一佛种种正法或佛因是若是奉施者未来百千万一劫中藏在诸天受生妙乐若天佛及下生人间有百千劫长为帝王能以宿命因果本末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又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光力众生如等诸菩萨当即是金光宣流不定自在王拜佛也是尊愿不忧虑我等百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为圣光严是金云严佛地利益众生定自在王不
萨拜师尊以合掌恭敬坐立而退而使四方天王举手坐起合掌恭敬拜佛言师尊地藏菩萨以求愿皆来发若是大愿云何至今有多为觉更发光大誓言为愿师尊为我等说佛告示天王善哉善哉无尽为若即未来现在天人中等光彼故说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阎婆体内生死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知识是天王愿为然世尊愿要与万佛告示天王地藏菩萨求愿皆来祈许度脱众生有为彼愿此名只是罪苦众生复观未来无量劫中隐瞒不断以是至故有法众愿若是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是天王地藏菩萨若于杀生者所素养短命宝若一切道者所贫穷苦处宝若一切因者所缺可愿养宝若于恶口者所眷属斗争宝若于毁谤者所无舌疮口宝若于嗔恚者所受罗龙瞻宝若于见利者所索求为愿宝若于饮食无度者所饥渴厌贫宝若于天地自心者所情况丧命宝若于被你父母者所天地在杀宝若于烧山里木者所光迷去死宝若于前后父母恶毒者所半生变大现受宝若于王不胜出者所骨肉分离宝若于毁谤三宝者所盲聋喑哑宝若于经法满教者所用诸恶道宝若于佛用常住者所一切轮回地狱宝若于无法无生者所用在诸生宝若于唐火占座上生者所轮回地藏宝若于佛界凡在者所亲受记恶宝若于非地非用者所所求决绝宝若于无我功告者所被施下见宝若于两舌斗乱者所无舌百舌宝若于邪见者所遍地受身宝如是等言佛体众生身口意恶习皆过百千宝已经足略所如是等言佛体众生也干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只是诸众生先受如是等宝后堕地狱动静皆说无有出其是故如等忽人忽过无灵是诸众也迷惑众生是天王问以涕泪悲叹而障而对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离波离波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地春林切地萨婆离波离波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尼尼和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地春林切地萨婆离波离波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尼尼和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地春林切地绝花朵
发心护持殊胜行，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生命观是什么？生命不是单独存在的，我们是山，我们是蓝天，我们是牛，我们是阳光，生命是一体的。所以生命电视台就要告诉全世界的人，所有的友情包括山河大地跟我们都是一体的，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所以打开生命电视台，让全世界的友情大家合为一体，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阿弥陀佛。话拨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云南三海江一星，对待都海滨家孙慢慢都冒下一丝白烟，我们都心的大呼。但是米大厦没慢慢当一丝白烟，我们才阿萨都蒙奥斯达伊玛。今沙方一丝白烟，我们阿萨都亚巴派马吉纳达。没慢慢当一丝白烟，我们才阿萨都达到莫古比海努图斯加。我阿弥呢，苏布努鲁斯麦斯努图斯。但是米杜萨没慢慢当一丝白烟，我们才阿萨都蒙奥斯达伊玛。亚巴派马吉纳达。Pimpatu Matsipur, Atinsu Matakunav Sya Dengyan Tukbutu Pavalentia, Musasu Kudi Talima, Tasmistau, May Namain Pusas Ispayang Ngulus Hai, Madang Tangos Tu Pimpatu Matsipur, Punadahav Sya Masiningsing Kiunian Ahildu Kapatya, Namahtu Malhaipu Kananak Tu Lukbu, Namahtu Amin Malhaipu Bunun.地狱名号极恶报灯
世世未来世末法众生之世果报地藏大愿忍者我今成佛为身及大势之力灭说地狱名化及罪报而报之时忍者言佛地东方有三宝月铁为其山黑岁五日月光有大地狱好其无尽又有地狱名大比佛有地狱名月四教佛有地狱名月非陀佛有地狱名月火箭佛有地狱名月迦山佛有地狱明月铜墙佛有地狱明月铁车佛有地狱明月铁窗佛有地狱明月铁牛佛有地狱明月铁衣佛有地狱明月仙人佛有地狱明月铁驴佛有地狱明月羊童佛有地狱明月宝座佛有地狱明月六波佛有地狱明月根舍佛有地狱明月左舍佛有地狱明月少教佛有地狱明月丹耶佛有地狱明月铁腕佛有地狱明月真轮佛有地狱明月铁佛佛有地狱明月多生地藏般若忍者铁位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所现更有交换地狱跋涉地狱焚鸟地狱铜锁地狱火香地狱火狗地狱火马地狱火牛地狱火山地狱火石地狱火床地狱火梁地狱火阴地狱巨牙地狱剥皮地狱阴邪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屋地狱铁屋地狱火狼地狱若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复有诸小地狱火一火二火三火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忍者智者皆是难言菩提心乐众生也甘若是业力深大能地须弥能生去海能藏身老是故众生莫轻笑而以为无罪时候有保险好手之父子之己其罗个别纵然相逢无肯待手我今成佛为地略说地狱罪报之事为愿忍者暂停誓言破现大言无以救之善恶道报往忍者说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问忍者说是令归佛地藏拜愿忍者地狱罪报其实如是或有地狱取罪忍舍是牛根之火有地狱取罪忍心夜叉是之火有地狱火汤生肺除罪忍生火有地狱赤烧痛处是罪忍爆火有地狱是诸火烧成其罪忍火有地狱一向寒冰火有地狱无限焚鸟火有地狱春飞几里火有地狱多赞火香火有地狱伪装胸背火有地狱但
烧手足，火有地狱；盘脚铁手，火有地狱；曲座铁钩，火有地狱；金甲铁罗，忍者若是等宝可得一种，有百千种也道之其无非是同是铁是石是火此是中无中也性感若光说地狱最宝等是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多于我即成佛为神即忍者闻略说若是罗光解说穷劫不及如来藏堪比第六二十世尊居身方大功名遍超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诸大应身不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我今日晨阳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显大不可思议为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无灭度后如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的光作方便为护持清净一切众生证涅槃乐说是于一会中有一菩萨明月普光和众恭敬而拜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犹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的威远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是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听受佛语而是世尊告普光菩萨即是众等谛听谛听无当为若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只是普光白言为然世尊愿要语文佛告普光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弥者或者长者赞叹者坐立者莲目者世人超越三世界最佛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才华形象或图师教其金银铜铁坐持菩萨一站一立者世人百般胜于三世三天永不堕于恶道假如天父禁锢下生人间有为过往不是得力若有女人也女人身进行供养地藏菩萨化相基督是教其通铁灯香若是日日不退常以化相应时以佛尘才创凡间宝物等供养十善女人今次以宝女身百千万劫更不胜有女人世界何况佛手除非自愿力供养说女身度脱众生诚实供养地藏力国际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佛慈不光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等于地藏相前之心站立是亲之皆是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若不厌女身几百千万一生中常为妄语乃及妄非在佛大心道长者女断真受身诸相圆满有知心故站立地藏菩萨和佛若是佛慈佛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相见作诸伎乐即可用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若是等悲
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贵身，日夜为活佛令而使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恩佛之福光，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即恶身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跪尽供养赞叹站立地藏菩萨形象，或往生即回谤无功德，即离世或罗世消，或被免费，或全人共费，或一人费，或多人费，乃至一年生即回者，若是之人现劫前佛灭度即回之报，常在阿鼻地狱受集中罪过，世界以方说恶鬼，有金钱劫不受出生，有金钱劫亡的人生，纵受人生贫穷下界，出根不去多悲恶业，来劫即邪不救之间，福多恶道是过不光，即为他人供养上我自报，何况别身恶劫毁灭，福慈不光。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救出床尘，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恶鬼乃至家亲，或要现道，或多眼眉共鬼神，有日月随身装佛王，在面中教过残疾不乐者，自皆是业道论对，未定心中或难舍受，或不得语，男女素颜不辨，世事担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此经里面或许病人可爱之物，或以不报悲庄严舍在对病人前高声唱曰：我摩诃等为是病人，对金香前舍诸等物，我供养金香，我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大士，或燃油灯，或是常住，若是三百病人前令闻之家令，诸事分散知其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当高声拜高声度尽，使人民众之后素养重罪，至于无目见罪，永得解脱，所受生处常知宿命，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述自经，或教人说，或自述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述化所说果报，彼或大力是果不光。若见有人读诵是经，乃至一念赞叹是经，或恭敬者，若须百千方便，全是等人清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佛慈不光。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至诸心或悲或喜或愁或贪或空或不，此皆是一生是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恶趣味的处理，不出希望福利就把当高处事，不若是作方便远离而道，不光若一生离前世眷属，应对诸佛菩萨向前自行，自多此经，或亲人多亲说三遍，或七遍，若是二道眷属，今生必是遍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佛慈不光。若未来世有诸家界等人，或怒或悲，乃至诸佛自由
智能觉知处，也要忏悔这次心忏礼。地藏菩萨心相乃至一切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今次报佛前万圣中长生尊贵根薄情善恶道苦福慈不狂。若未来世庄严佛体内刹利婆罗门藏着居士，一切人等及一心中左右心忏者，或男或女，其日之中遭遇毒诵此不可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甚至，或男或女，所有养宝殿的解脱安乐一样寿命增长。若是成佛身的转生安乐，其余寿命佛慈不光。若未来世众生逾越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乃至三十日、十九日等处罪戒，即定其境中，难言菩提众生具智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自尽伤害皆大邪，因妄语百千罪状，难于时时在日对佛菩萨诸先生相前。都是经一遍，东西南北百有训练，无作灾难当知俱佳，若障若有，现在未来百千岁中用力而去，能于是在日每转一遍，现世灵知俱佳，无作恨病，一时风一时故不光，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只是念佛众生于此大事有大因缘，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三次五次或一句一句者，现在数妙安乐，未来只是百千万生长得短，真身尊贵家而是不光。王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以无愧合掌佛拜佛言：世尊，我就只是大事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及大誓愿力，为未来众生前世利益故闻如来巍然定首，世尊当何名？此经是我云何六部佛告普光，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恒，一名地藏本势力经愿。此菩萨救援借来发大众愿力，以众生是不漏等一愿六部普光闻，以合掌恭敬坐立而退，礼仪成王平地起，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拜佛言：世尊，我观世言佛众生具心动念，无非是罪多或善逆，多退初心，若遇恩人念念曾一时等被人如履泥陀佛于众生乾坤见状诸众生，虽若得一知识体于见佛，或却一佛是知识有大力故，佛相佛主劝令老教，若大病地虚心而路不在经历，世尊喜而众生从见而见，便知无量是度众生有如是喜，临命众师父母眷属以为舍佛以自见如火先翻开，既然有灯火转度尊敬或供养佛像，其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彼之佛名字一名一
你和你领众人而跟我问在本世是主众生所造恩业及其干果必多而去原是眷属为领众人修持圣意如是从罪悉皆消灭若能更为甚是之后七七日内光照众生能使是主众生用力而去得圣人天寿神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全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身我杀害及造恶缘百计鬼神求作王良何以故而所杀害乃至百计无限好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缘转正身中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我身份升天天中原是临终被作眷所造十二因以令使命众人仰泪对边万身善处何况令命众人在生未曾有少善根各去本业自受而去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譬如有人从原地来去两三日所佛但我强过百斤或与令人更佛少一时之国传佛困众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内于诸佛教中乃至三世一毛一滴一刹一尘如是利悉皆自得所施于智慧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是长者九成无生华多十方现长者身和长恭敬闻地藏菩萨言大师是南阎浮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为修功德乃至舍在朝中善因使命中人得他利即解脱佛地藏大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为你略说是是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的黎明众人得闻以佛名以菩萨名以辟支佛名不闻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若有男子女人在生不修善因多造众罪命中之后劝说小大为造福利一切生死七分之中而乃获以六分功德生者自利以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计划无常大鬼不计而道明明有身为之罪佛七七日内如此如龙活在主持辩论业果身定之后举业受身为车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多于主而去等是命中人为得受身在七七日内年年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于造福利九八国是日后